我是恩恩老师。Hello， 我们今天呢要玩两队大 PK， 现在有四个成员，继续躲起来喽。我们要分别找到一个人，他手上会有150块。预备，开始。胖胖，接下来你们要把这身上的150块花完，才能再找人哦。胖胖有了有了，我们好像要一个篮子哎。我再多加一点。热的味道，要花，要没要想好啊，你要想很多。我要找加那个。有了有了。加油加油！哦，香好，走。你觉得还有机会吗？快点下，没有，没有这一瓶。嗯，没有。好吧，还要猜到。谁教你甩爪的？伊利姐姐。伊利姐姐教你甩爪。另外一边说快夹娃娃很厉害。快点！好，全好，全好，拜托！拜托！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！不行！啊，我直接一只爪子摸它，好吗？我没有按哦，我没有按哦，推篮子。那我们不用篮子了，我们不应该落球。差一点呢，它已经快滑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就要滑下。有了。感觉还有一瓶。我们要一人一人一个把它夹掉。有机会。那你夹那边。你看你要夹什么？夹几个？夹什么？我们这两个，我们这两个，哦，我都会夹，算了。
他们已经四瓶饮料了。都这样的，甩一次吗？他甩又不要说啊。没有。好吧。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。走，抓一个。抓我。走吧。我要夹那一罐，夹到啊！这感觉有点滑。这怎么会打桩了的？那一个罐，把它压上。可是它没有办法弄下去啊。可以啊，要输了，尽量限制吧。不是，要把它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可以试试看，看着好难。还要吗？他们，你要不要玩？我加。好嘞。有乐，差一点点，所以他的目标是那个没有错。好吧。有出来，但是没有下去。好啊，试试看。你试试看。我没有啥子。那你们夹的光比较特别。有机会哇，泼好多东西出来哦。对，加油，夹下面的那一个哦。赢了。有一个，还有机会吗？还有。有再出来一点呢，你要再把它弄出来一点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林妮试试看。剩不多了。哎呀，这个要怎么处理，恩恩？怎么办？我们剩30块。好，胖胖想要试试看。抵住他们，不是下面，又出来了一点，怎么剩20块？快脱两分出来，我们就应该赢的。剩最后10块钱，恩要处理了，恩要处理一下。我们结束了。首先呢，林夕亚米队的成绩是1个、2个、3个。恩猫队的成绩是6个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。所以今天的比赛结果是猫队赢。好，猫队获得全部的商品。这家店叫做娃娃兵亲子乐园，知道是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们谢谢恩老师帮我们夹到那么多瓶饮料，每个人都有一瓶呢。你换到的是苹果汁，我最爱喝苹果汁了。我最爱的仙草牛奶，他也有，但安的是什么？安是香蕉牛奶。安喝苹果汁。